场不一样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准呢！哎，进四个，敌方四个，他还是个小跳投，不影响他，你看没有？第二方第五个，哦，这个出来不一样，气场不一样。主要是准确度实在是不一样啊，感觉不会投丢一样。这一方进了三个，还不能掉以轻心啊，时间还有很足的时间。看这个节奏，这一框进四个，看到弗雷戴特很努力是吧？对，一直在调整时间，一直在调整，看时间还有很多，放缓节奏，增加稳定。没进啊，一样，21跟余长春打平。这样他们俩应该就直接晋级了、啊、对，还剩一个是吧，我没记错吧，能有个4到5次的24分的水平，哎啊，看一下，嚯，很轻松啊，第二桶前两个都进了，看第一个点啊，第一个点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点的 Moneyball 没有进，得到了4分，还是很有机会，哎，六分，好球，8分，但是他的到中间这个点，一个是时间比较慢，另外一个是这个没有余长春用这个得分更高，对，然后 Moneyball 很可惜没有中，对，出手的速度相对就慢，对，还是突稳，13分，还是突稳了，就是跟他比赛的这个节奏是不一样的，对，他单独为这个比赛做了一个调整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应该余长春是能拿冠军了。最后一个点就剩10秒钟，哎，我们的本土球员余长春17-19，那这样的恭喜余长春是拿到了本届3分球。